骄傲着，我又以为你朋友。但是我已经上了他的心，只是因为我爱上我的好朋友。我喜欢你。爱谁？你在说什么？他喜欢你。你对我说谎这么久，你要算我还是莉莉？我算莉莉。一个哼个呀，一个等一下。现在我不知道他在哪里。哇，很高兴可以回来马来西亚。好像怀念可以看我的家人，和朋友。喝吃马来西亚的食物，我爱马来西亚。小姐，请问在哪里？买金龟带的车票啊？你向前走，到了路口，向左转，你会看到卖车票的柜台。哦，请上岸的车票多少钱？请上岸的车票2块5毛钱。哦，从这里坐金龟带到上岸来多久？大概15分钟。好的，谢谢。小姐，下午好。下午好。你要买去哪里的车票？我想一张去上岸的车票。好的，去上岸的车票2块5毛钱。哦，从这里到上岸多远？大概10公里。好的，谢谢。再见。再见。
请我来玩乐。没关系。让你久等了，你好吗？我很好，我有猜到。哦，从这里到你的家多远？从这里到我的家大概5公里。5公里，哦，相当近。你怎么来这里？我坐轻快车来。想起来我们去双峰岛好吗？好的。去双峰岛以前我是吃点儿东西。哇，吉隆坡真热闹。吉隆坡有什么旅游景点？你不知道吗？吉隆坡有很多旅游景点，吉隆坡大博物馆，中央艺术房等等。啊，听说中央艺术房有卖很多纪念品，我要去买东西。我们怎么去呢？我们可以坐轻快铁去。来。我想问你，其实我喜欢的人是你。艾泽，你是我的好朋友。如果你有一个女朋友了，我觉得我很孤单。啊？你爱我吗？对不起，我爱你好像我的朋友。真的吗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了。明天我住在一个很喜欢的小木家，我现在只有木家休息。下期再见。再见。谢谢，一下很亲切。
一公斤银河虾多少钱？我不知道。冬枪一公斤银十块钱。花十五块钱。最近涨价起来。不会是银河虾越来越贵。在这里，我们来这里旅行。哦，我又来这里旅行。啊，让我们一起吃饭。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。嗯，好的。可是我想和你说对不起。我也错了。我认识年时候。我不应该这样做，我人心年生活。没关系，我没事了，我忘了。我也想和你说对不起，我知道我做错了，我只是很生气挨着，对不起。我在意识到我喜欢他只是作为一个朋友。只是这样，让我想回。我发现我抢了你的爱在，你现在和他做朋友，我不想做他的女朋友。你确定吗？是的，我不爱他了。你们两个都不爱他了吗？是的。来，我们吃饭吧。好久不见，你好吗？这里是我的老家。我很好，真的吗？这里也是我的老家。来来来。白娇。嗯。你多久没有回乡了？我四个月没有回乡了，我很想家，我要看望我的妈妈和爸爸。你呢？哦，我回乡啊，因为我要看望我的祖父和祖母。那啊，你怎么回乡？我坐巴士回乡，你呢？哦，我开车回乡。公路发生车祸和塞车吗？没有。从吉隆坡坐巴士来这里要多少钱？从吉隆坡坐巴士来这里要40块钱。车票越来越贵，因为车要更贵。是啊，听说这里附近的巴沙卖蔬菜，那里的蔬菜很新鲜。对，蔬菜很新鲜。昨天我和妈妈吃巴沙，我们买文菜、包菜等等，一共5块钱。哇，蔬菜比车票便宜。是啊。吃饭以后，我们看电视。下午10点有马来话剧，我们可以一边看一边聊天。嗯，我同意。嗯，可以，我也喜欢看马来话剧。麦克，你喜欢看马来话剧吗？喜欢，我喜欢看马来话剧。
为什么你喜欢看马来花鸡？我喜欢看马来花鸡，因为马来花鸡太狼人。现在几点了？快四点了。马来花鸡已经开始了。这是爱在最后他和苏莱卡结婚了，他现在是律师，他和他的太太孩子一起住。这是苏莱卡，他是爱在的太太，现在他是一个家庭主妇，他是一个好妈妈和好太太。这是扎里卡，和艾泽分手后，他和明在一起，现在和他母亲一样，成为一个医生。这是莉莉，她仍然是艾泽的好朋友，她现在可已经给白血病病人的东西。这是舒哈达，她后成为一名老师。明年他要结婚了。我想这样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我喜欢。和朋友，喝吃马来西亚的食物。啊，我冷，我冷了。Oh no!